水里蛇窑，没来过，走吧，一定小心啊，走，跟姐姐牵牵，不要掉下去，不要掉下去，对，跟姐姐牵，哎呦，很高哎，天啊，小心点啊，走吧，很高，走走走，不要玩，应该是往里面走吧，你看这边很多做一些瓷器的地方，这个就是跟瓷器做的，往这边走。我也第一次来哦，妈妈也没来过哦。看，一群热爱传统文化的桃人，筑起传承一座梦想的桃花源。好吧，耶！芊芊，我们在晚晴的空山里面有很多地方。嗯，弟弟过来，会掉下去的，过来。蝴蝶罐，香香的，看到吗？你们去那个蝴蝶那里。一、二、三，蝴蝶很烫哦。这蝴蝶也是用陶瓷陶器做的耶，酷哦！走吧，我们往前走了，前方还有50公尺 ，Go Go Go！ 都到了，这边有牌子，应该是前面那里吧。传说中的水里蛇窑终于到了，我没来过哎。到了，快点！走走走！耶，我们今天来这里叫做水里。蛇窑，嘿嘿，要进去啦！走，快点 ，go go go！ 看，要购票哎。那你们先进去吧，这里还蛮漂亮的耶。这里还有冰淇淋哎，这是什么？十二生肖入园纪念品的陶器。等我一下，好。这边哦，所以是等一下可以怎么样做项链吗？这是十二生肖没错。这是什么？可以 DIY 陶土买瓷器折价券、餐饮抵用券。门票的话，一个人150块，然后有折抵券。不能开，不能开，都没有要开。然后一张门票再送一个这个小陶器、小瓷器。那个不是拼图，那就是椅子啊。走吧。那你拿着，你拿着。打开。你要打开哟。好吧。妈妈往这边。是这边进去吗？可以进去。这边进去吗？蛇窑文物馆。妈妈可以进去。等一下哦。姐姐先。你自己一个带两位吗？还是爸爸嘞？爸爸来了。哦，来了哦，好。那爸爸呢？ Wow. 你要陪着他做吗？还是你帮顾弟弟？啊，妈妈专心看妹妹了。你要做两个还是做一个？啊，两个。两个。哎、欸，好。先帮我们带顾弟弟好了，姐姐先帮。好可爱哦。好了，抱着他，抱着他，轻轻抱着他。对，大拇哥进去。大拇哥进去。这样抱，这样抱。好，夹起来，往上。夹起，慢慢的哦，怕你不要水水滑滑的，对不对？哎、欸，好，再一次好不好？怕你用这样夹会有困难，我们这样两只手这样用力这样夹起来，手夹水水，请你来手夹水水。弟弟，等一下换你，请你等一下换。弟弟很期待，对，很期待。来，冲过去抱着他。姐姐先，大拇哥不要进去哦，我们这次大拇哥是放旁边。大拇哥放旁边，这样子抱，夹起来好不好？用力，这样子，我伸着手夹，用力往上提起来。往上，再往上哦。好，手手离开，再加一次水。加水。哈哈哈，快要好了。好厉害哦，你会做杯子耶。
按一下这里。来，好了，请您再抱一下好不好？再抱一下，再从下面一点点，没有，往下面抱，对，哎，对，抱下面一点点才会变高一点哦。哇，往高一点哦，往上哦，变高了，往上哦，抱着你坐一下哦，好，往上。好，手离开，五，好，我们现在一指成功，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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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到手，一，放旁边这里，进去，往外推，往外，往外，顺便用力推，对，推，它是变口口变大了，哇，可以喝水的，可以喝水的杯子了，好不好？变成大口杯，大口杯了，手离开，手离开，好，那你这个，你看你这个横梯是你刚刚摊的手指头这样抱出来的，对，我们就不要动它了，好不好？这是你做的，手上请你帮我加水水一下，手加水水。来，请你右手，右手是这只手，比二，比二，这这只手二，这个是左手，请您过来这里一点点，好，夹这里，这样夹是吗？剪刀，对，剪刀，上面夹刀，不然这里出去的不好喝水哦。这个专业哦，要细一点的口，对对对对对对，没错，妈妈说对喽，我们细一点点的口，你会比较好喝水哦。哇，好 ，OK， 好，手离开，喜欢这样的杯子吗？熏熏这样子杯子可以吗？你看看你的杯子形状好吗？可以吗？是不是？好哇！好，看妈咪，拜拜。这个有一点技巧性，所以我们帮你拿起来，好不好？好。你等妈咪一起来之后，我们再换你，好不好？好。换你们两个啦。对。对啊，是你妈那个杯子。好可爱哦！我来看一下。请问你要让他做，弟弟要做什么？弟弟也做。他们适合的年龄是蛮大的。现在要玩吗？现在要玩吗？换你喽。弟弟来抱住。妈妈先抱着你看。这样。对。这样夹起来，一起一起跟妈妈一起，好不好？他不管了，他不管了。刚刚要，现在不管，他再转他会怕。妈妈这边看，其实你不要挡着。抱起来，夹起来。弟弟要不要抱？弟弟要不要抱？要不要？我摇头。哎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你在干嘛？没有了，爸爸在拍。爸爸在拍。我们慢慢往上。坐坐在那边。慢一点哦，不要太快。好，往上。好，手离开。好，再一次手加水。弟弟，你不要了。弟弟不想要。然后呢？再一次从下面。用点力哦，看人家用力。往上，来，大家看一下。往上，对对。好，弟弟离开。弟弟没有洗手吗？一只手，一，推开，直直的，直一点，往下，直一点，往外推。对，要你要的宽度，口圆，要你要的宽度，口圆。弟弟只想跟姐姐一起做。啊，他是想跟姐姐啊？他不是想跟。啊，这样吗？来，姐姐来，妈妈请起立，阿杰。好，跟姐姐可以了吗？要跟姐姐一起，不要跟我。啊，妈妈。弟弟，那你过来啊。弟弟，你过来跟姐姐一起。跟姐姐一起了，好不好？姐姐饿了，是不是？对。先跟姐姐，姐姐。我们先让姐姐抱一下。姐姐。那你跟姐姐一起抱这个。好，那一人一只手。好，你姐姐你这只手好不好？啊，你们哎，那你把别人抱着。弟弟很不受控。哇。放了对不对？再抱一下。再抱一下。慢一点，慢一点。一只手先离开，一只手。好，另外一只手再离开，这只手离开，好了。它有点高低边，但是高低边才像我们做的，好不好？好，那我们也结束喽。那一样，请再带去那边洗手，好不好？好。哇，一人一个。两个人的背型不太一样，小心哦，小心，小心。帮你们拍一张。好，来，看妈咪。看这里。哦，不要再抽到了。嗯，这里厕所也很干净哎。去找厕所。妈妈，这里有一个厕所。好，我们不用上这个，你过来。他这个还做颜色也太可爱了吧，小粉马桶。好好，来，我们可以一起上厕所。对啊，金氏世界纪录最高的陶器在这里。这里有什么？有一种小日本的感觉。去哪里啊？哇，你们过来这里拍一张，很漂亮哎。坐这边，坐那里，弟弟。坐那边椅子那里，弟弟过来。要一大椅子吗？我可以。
这里面是真的茶。里面没有茶啦，会坏掉哎。一点点茶。不知道，有人还以为你们现在正在日本呢。弟弟，你在干嘛？乱弄一通。你在倒茶是不是？倒茶，对。那你在干嘛？我在画画。倒。倒水。没有茶，哎呦，流鼻涕。那我们到这里以后，我们就坐。妹妹，你要去哪里？慢慢的，哎。糟糕！熏静，熏静，他说熏静。姐姐，等一下啦，你很皮耶！快点，爸爸在哪里？你还要画？走啦，妈去找爸爸了啦。嘿，你害我画错了。Sorry， 可是弟弟已经不见了，弟弟已经在那遥远的地方了。有看到鱼吗？有，不要掉下去了。这里是摇哎，进去里面看看。哇，好，我们小心呢。哇，好泥哦。好泥是不是？沙沙的，是不是？我现在都进过这里。嗯。来，开始咱们。哇，这里是出去的地方，这太好泥了。这里是烧窑的地方哦。他们会把做好的一些陶器啊放在这边，然后关起来，用火，用窑烧。这么地方，我们自己要把它脏了，一直是在里面，但是男人的。我的，你看它会动哎。今天穿的绿绿的，跟抹茶一样。它为什么不动了啊？哇！该功夫，土土天蛇摇，好长的蛇。开始，看谁先跳过来这里啊？耶！我们现在在水里蛇摇。现在要准备去民宿咯，这边还蛮好玩的，就是可以给小朋友做自己亲手做的杯子，然后还可以吃甜点。现在我们要准备去民宿咯 ，Go！